有一阵子你跟妈妈常吵架，我记得有一天晚上，你以为我睡着了，然后走到床边，很小声地跟我说了一句话，你说总有人要顾家，我也顾过。我已经把够过，我不会看医生的啦。我知啦，我知啦，我不是医生啦，我这个是你同学啦。我其实不是怕你死，我是怕你痛。昨天看你弟弟的足迹，跟你老母什么关系吗？见到父亲真的这么重要吗？汉さん，あなたに会えて嬉しい。父さんの話を聞きたいです。我就躲在棉被里，听见你出门的声音，可是后来又听到你回来了。为什么？现在，他又对我表演了一次，故作无情，正是保护深情的方法。